有网友表示，他朋友住院，原本网友只是想跟朋友讲讲干话聊天，随口爆出了句 “x 你娘慰问”，不想回话的人竟还真的是伯母，让他既无言又尴尬。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，囧到爆。有网友表示，他朋友住院，原本网友只是想跟朋友讲讲干话聊天，随口爆出了句 “x 你娘慰问”。 不想回话的人竟还真的是伯母，让他既无言又尴尬。有网友在报废公社贴出了张截图，表示朋友住院，刚从家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，原本想跟他嘴嘴炮聊聊天，随口爆出了句 “X 你娘”慰问，不想对方却回我是他阿母，他在睡觉，我帮他回你。网友这才惊觉自己不小心冒犯到朋友妈妈。 最后只好硬把话题转回来问阿塔朋友：“可以下床了吗？”该则贴文一出，逗乐了许多网友，纷纷留言笑回：“阿姆突然被聊，尴尬癌都发作了吧？楼主还活住吗？”笑死我了，你整个被黑掉了！还有人告笑回：“阿姆热血沸腾，万马奔腾，要你快上来，朋友吗？”年轻人要说到做到才有担当，妈妈。 他还不可以下床，但我可以上床等你。也有网友提出了应变方法，写到五分钟后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弟，我已经打他了。有网友表示他朋友住院，原本网友只是想跟朋友讲讲干话聊天，随口爆出了句 “X 你娘”，慰问不想回话的人竟还真的是伯母，让他既无言又尴尬的。 图写曲子，报废公社分享。